随着小团团事件的热度爆表，咱们的 PTT 大佬也神秘失踪了整整4个月，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网上各种猜测满天飞，甚至还有人说 PTT 悄悄跑去日本隐居了。哎呀，有网友就晒出了在日本街头某便利店偶遇 PTT 的照片，说是一眼就被认出来了，然后 PTT 就慌慌张张的溜了。你说这是不是电竞圈的悬疑大片啊？如果 PTT 真的跑去日本躲风头，那这事儿可就……